少年轻狂，自当心比天高，手写一封休书，三年后再拜京都。掌中火莲翻转，天下何人敢看？世人若不懂，或便打到城防败寇；天地若不明，或便与天去斗。他曾经是个天才，后来成了废柴。当时他是个小孩，又怎么想得明白？他是一个废物，显得那么无助。老天断了他的路，却没给他指明处。师父为魂掉神，退魂退到家门，经商碎了一道痕，却变得格外的神。看尽天下风云事，三年后你待今日。他的心上刻下四大耻辱，只有这一次。当时骨头很硬，怎么都不认命。这是男儿的本性，也是命中注定。儿的莫欺少年穷，因为走的路不同。踏过生死千万重，那终是遇上神了龙。向西北再踏一步，这才会是你的路。心中红也止不住，那云南身上皆为母。身后这把兄弟是，很早天下小人死。这句话我放在此，那三年后才刚开始。佛怒火莲动九霄，万座山都在燃烧。身子身败这一招，那怎能断了这把刀？每一次的生死搏，都是他在拿命搁。不能死他只能活，哪怕心里成了魔。再见恩师三叩首，人心怎么这么轴？再见恩师一杯酒，那以后天下独自走。萧炎前来拜身，喊了一句心安，也是一句心不甘，也是三年的心酸。我等了整整三年，只是为了尊严。既然天地不成全，那我自己来圆。还是那封休书，在他掌中飘出。我不再是你的夫，那因为我不在乎。一个个的虚名，一段段的真情，每一战都必须赢，因为不是一人行。从斗者到斗地，从开始到这一届，若是真情也能立，那真的地又有何意义？